鲜冻大黄鱼99块钱四条，顺丰或者是京东包邮，一条一斤左右的，全部都是新鲜冷冻的啊，非常非常的好，一条呢一斤左右，年年有余。过年了哈，家里面餐桌上一定是要有一条鱼的。然后我们这个99四条价格也是放到最低了哈，你这个不管是送人呢还是自己家吃呢也都拿得出手，非常非常的好，很新鲜。你们收到货之后就把这个鱼放到自来水里面，就是连着这个包装袋一起放进去，就是自然解冻，解完之后就刮刮鱼鳞，去去内脏啊，红烧很好吃了哈，没有多余的碎刺，老少皆宜。还有啥没说的啊，-18度以下冷冻保存啊，就是你就回家你吃一条，剩下的三条你再放冰箱冷冻就行了哈。然后这个新的包装袋上面呢还有写的这个食用方法，也可以清蒸，也可以红烧，都行哈。还有朋友问呢啊，你这是不是进口的那个鱼？不是的哈，这个是福建那边的那个海捕养殖的，这个是海捕养殖的哈，这个是国内的鱼，很好了哈，99四条买一份吧，很好了。